哎，怎么？剩一年了哩，我想哇，好惨呐、啊！我抓一年了。可是讲今天就无啥会通好拍哦。如果先抢到，可以达到那么高的几率。往前跳哦！点点火链哦！我不知道、欸，你说这边的吗？你说这边这一场吗？输了。输了。21-14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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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。21-14。他们还没到吗？我是玩家，哎，我发嘛，
让他靠近。到机会以后再装。三拍，第二拍就是，第三拍就是要发射。你看什么方法？你打发射点没有？他没有方案的，但是也是三拍的。因为他已经改变太少跟年轻人，现在跟他现在不。接下来的你，哇，那么猛啊！你肯定被动的，因为你打过去他年轻气盛啊，对呀、啊啊啊，所以说你为什么打过？你假如说必须重要的那前三拍就好了，所以前三拍你打，你没办法打球。对，好，对不起。呀！前三拍，第三拍，好。你看你就在发现你一定要怎么玩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打法，你有一个打法肯定吃亏的，因为别人上去球就来了，你的我们的反应什么球的球球的球球肯定是比较快的，你跟你拿回去收法肯定是看清楚的。先打底，打第一个，然后第三拍，第三个，第三拍你是要怎么加油？你怎么打要加油？要打底，第三拍就是要，你的难度要控制，也要放油加油，要控制自己的。还有办法？对啊，好在万能公子，不准太后场了，后场球上球，你翻过来的时候，你先加油，他肯定会打一个。不要发力，你让发力反而会被人不好打，你打人又快，打人又慢，你反而会累，你的节奏跟不上。哦，因为你看你打越快，他来越快，打人越久越累。啊好，他从过前排的开始来，然后就反而会累。你在后场不用上来，你打完。妈妈比赛，就刚才那个，你打的没有急，就比较有位置，你把这个打的，你跳一脚比较远，你跳十圈，你还没有飞起就来了。跳一脚，可能 A 他杀的就是我的位置，所以你可以挡住，跳一脚，他杀一脚就挡住。所以跳一脚。这个在晚上做什么？对，可以跟别人打。回他来了，那什么鬼？你来不及，你要反应太快了。没有，你要消耗一下，要不让你自己。